下面请您欣赏《电台风云》，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这个刚才是我们俩小学生啊，嗯，这是给于老师送东西的来了吧？啊，我靠，拎这东西不像你的，这像我的，这是啊。好家伙，给于老师吧。谢谢啊，谢谢谢谢，哎，说赶紧回家吧啊，天不早了，嗯，在后台跟于老师聊天特别感慨，就是看我们这些孩子们呀，一个个的都长大了，来的时候都这么大，现在越长越大，嗯，我们这都岁数不小了啊，是，后台看于老师看高峰，这鬓角都白头发了，不少了都，哎，日月穿梭催人老。到春节我就30了，嗯，啊，也亏心了有点，虚岁啊，啊，虚岁，这虚出多少钱？您这原来啊，嗯，站台上说相声不知道累，是，真是的啊，嗯，印象特别深，哦，德云社早期的时候我们演出，嗯，下午场1:30就开，哦，得演到6:30。嗯，收拾半个小时，7:00晚场又开了，连轴转了，就这一天在台上待的时间无计其数，嗯，也不知道累，现在不怎么了，那时候年轻啊，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嗯，包括他媳妇儿都说我，嗯，我媳妇儿说你什么呀，你现在可不是原来了 啊谁说的，谁说，怎么非我媳妇儿说呀，高峰的媳妇儿也这么说，是啊，孙越的媳妇儿，好多说相声媳妇儿都这么说，还是人缘好是吧？净交朋友了，就交这朋友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但是多盼着活些年，是多给大伙儿说相声，应该啊，嗯，真是到70、80还能说相声，多快乐！70、80还说啊？感谢祖师爷的恩典，70、80岁对我们不错，嗯，工作兴趣。是一回事儿，这是多大的幸福，啊，这对爱相声喜欢相声，嗯，相声还能养家糊口，哦，这很好了，当工作干，嗨，你以为炼钢工人这么喜欢炼钢啊，嗯，纺织女工就爱这爱的不行了，嗯，工作对，但如果工作跟爱好是一回事儿，那是幸福，嗯，没错，咱盼着吧，70、80还能说相声，好家伙，90、100还能上台，还100岁还上台呢，120，你瞧，越说越来劲，你这140，好家伙，这就140岁的上台演员。哎，你说我要140了，我从那儿走到这儿来，我不得走40分钟？你走1小时，大家伙儿也能原谅。我得站这儿先得喘会儿啊，这没见过140的，连咳嗽带喘。行，能站住就不错，得半天。嗯嗯，大家好，还真说，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哇，这还小学生呢，这我是郭德纲，嗯，给大家说相声好开心呢，还高兴吗？介绍一下于老师，哟，我也来了，在这个盒子里面，我怎么都在盒里了？我，你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100周年，哎哈，我头好几年就死了，合着，来，于老师跟大家见个面吧。哎呦，怎么还能见面呢？把这盖子打开，哦，要见面。但是我不能把你的盒子举起来，不举起来我怎么见面啊？我140了啊，估计我得有帕金森。哦，就是哆嗦，一举这盒，哎呦嘿嘿，您把我挫骨扬灰了，这是。扬了你倒无所谓，怎么？关键是我有鼻炎啊。鼻炎碍着什么事呢？打喷嚏得多难受，哦，鼻炎打喷嚏难受不行。嗯，您把我阳了倒没往心里去，合着。关键这盒也装不了多少啊。就是啊，我就这么一盒，我演不了几场啊。我这。嗯嗯嗯嗯嗯，这怎么办呢？这。所以你会影响我的收入啊？是啊。有主意没有啊？这桌子底下搁一水泥袋子呗，干嘛呀？扬完了再快点呗。我骨灰跟大伙儿见面还掺假呢，这个好好说相声吧 啊这些年其实经历了很多啊，
种种的都见过了，其实觉得很开心啊，都见过了。雷霆雨露，俱是天恩，说的有道理。人这一辈子不要盼望一帆风顺，嗯，不好，就跟画画似的，嗯，画这个山，它一定是有高有低，哦，起伏跌宕就是人生，哦，山要画的都一边高，那是窝头，哎，对。你虽然说熬个平整啊，你也是落一粗粮，啊，我觉得现在这状态挺好。哎，说着能说相声，嗯，观众也是如此，这么多人喜欢看咱啊，多好啊，捧咱们啊，是是。当然也有人说不喜欢看相声，哦，没事，没事吗？看看电影去，哎，有形式啊。说我不喜欢看电影，哦，回来听相声来，嗯，就这么俩选择呀，您这儿。天下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能够被所有人都接受和喜欢，哎，那个不科学也不现实，是很正常，嗯啊，嗯，不喜欢就不喜欢呗，对，是不是？你整个重庆人都听相声，这屋也坐不开呀，对，对不对啊？嗯，这样就很好，哦，啊，不爱听相声，看看电影，嗯，对，看看于老师演的电影，啊，这演，啊，是。于老师今天有一电影卖了好几十个亿啊！嗨，不是我跟吴京一块那干狼啊，干狼，没听说过，我都替他后怕，你知道吗？这嗨，怎么怕咬着似的？那说实在的，行了行了，那叫战狼，站着哈，嗯，所以站着干嘛呀？啊，就名字叫战狼，好几十个亿啊，卖的不少，准备找吴京分票房去，跟咱有什么关系？你不是代表我去参加的吗？嗨。不是您算咱们占80%的股吧，好吧，我平抢去了，您这是挺好啊，啊，于老师拍戏挺卖钱，嗨，嗯，他们好多人也净赞美我演的电影啊。您演过郭德纲净弄烂片儿啊，嗯，啊，谁说？其实我挺冤枉的啊。是吗？因为这些年来实话实讲，我早把我自己看透了，是真的，在相声的舞台上，祖师爷给我的东西太多了，赏饭了，所以我不可能在其他的领域有多么了不起的成绩。哎，相声一想，哦，郭德纲那样说相声，嗯，你脑子里面印象特别深。对，我在演出什么来，你坐那儿你也会出戏的。哦，我认真管个单用啊。嗯，你会出戏的呀。嗯，那动画片《摇滚藏獒》，我给人配个音去，观众都出戏。嗯，动画都出戏，还让人活不让活了？就可以说很正常，一个人就一碗饭，嗯，端好这一碗就不错了。对，我这辈子也拿不了什么影帝了。行，但是要是拿下来影后来，可能还哎，是你呀，啊，算了吧，那也不难，一努嘴就走了。哎，行了，嗯，努努力吧，啊，少努力了。哎，而且话又说回来，就这些年来拍戏，净给人帮忙了，帮忙是谁叫我都去。哦，人家那个做节目那欢乐喜剧人那制作单位，嗯，我们要拍电影，你得帮忙。我说我不爱去，来吧，你跟小月在这节目里是个符号，电影要不出现这不成立。嗯，我就去了，去两天，嗯，也不是我编的，也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主演，一共就两天。到今儿我也没看见剧本，嗯，然后说郭德纲弄一烂片儿啊，哪说理去？你也不能赖我，那里边还有憨豆呢，是吧？嗯，嗨，别带着人家了。所以这就是一说一乐的事儿，哎，啊，当然了，这电影啊、电视啊，这都离着我们比较近的一些个传播媒体，老看啊。嗯，我今年我好像一个节目都没做，没做栏目，我都给推了。我说我好好歇歇吧，嗯，啊，歇歇。然后因为整个德云社好几百人了，嗯，把相声也得弄一弄。嫂子也劝我，怎么差不多得了？什么就差不多？哪儿他就老劝你呀？他，嗯啊。其实现在这些艺术形式里边传播的这些个媒体，还有一个是我们离不开的，哪个呀？电台。哦，电台以前比较火。哎呀，你现在开车你也离不开呀。是吗？你走到哪儿去，你路况你不得听电台吗？啊，那倒是。听个音乐不得听电台吗？在车上听。我跑到，我是澳洲啊，澳洲那车司机上去他也得打开听路况，哪儿都听。澳洲那车是右舵哈。啊，对，右舵，右舵，英联邦的车，是，咱们都左舵，咱们在这边，哎，我还见过中舵的，嗯，中舵的是三个轱辘，嘟嘟嘟嘟嘟嘟嘟，三蹦子，您说那，啊，就别提中舵的了，这，上车就得拧开了，是不是？啊，听听路况，听听哪儿堵车，是，挺好，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我要有一电台，我就能把节目做得特别好玩。您还有过这理想呢？嗨，这谁没个梦想是吧？电台要给您，您会做啊？等以后我，比如我140岁了，我退休了，嗨，我来私人电台，我就弄一个郭德纲广播电台。啊，拿您的名字命名。嘿，郭德纲广播电台，您打算怎么做呀？那就我总台啊，就得是我。那是您的对吧？啊，对。底下有分台。分台是？哎，就是子台。哦。子台就是郭麒麟广播电台。儿子的台吗？啊，再往下是于谦广播电台。不，别往下，别往下了。我们祖孙三代，我们就把这业务谁给拎的祖孙三代？好好的，没有，没有，我不跟你们掺和。你不承认我了啊？什么叫不承认呢？不承认，你把户口迁走，好不好？压根儿也没在你那儿。以后走哪儿你也别喊我，我告诉你。我凭什么喊你？好好，算我没说。你就说你的电台怎么？郭德纲广播电台，名字可以。哎。99-81000周，78-56000赫，这是两道数学题。您刚才收听的是本台第一套节目，哦，现在是本台第二套节目，还两套，请您注意区分第一套跟第二套的不同。有什么区别？第一套带鸡蛋，第二套不带鸡蛋。哎，两套煎饼果子。现在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行，听听。今天夜间，嗯，现看呐，有盖儿。废话。明天收听，哎，这那听的什么劲呢？还郭德纲广播电台啊！现在是我们的歌曲大世界节目时间，哦，是听歌的时间。我们接近热线电话，哦，点歌，看看热心听众想听什么歌。这可以啊，接，很接地气，是我吗？这来一位，哎，老贾，是我，我是，哦，哎呀，终于，哎呦，谢谢，谢谢。谁跟你说话？终于接通我的电话了。哦，我打年轻那玩意就打这热线。哎，好，打一辈子了。这个、我今年81了啊、哦！谢谢你们成全了我。啊，我是一个老北京。是啊，我姓于。哦，嗯，啊、我儿子是说相声的于谦。啊，我爸爸。他们都叫我于大爷啊。他是于大爷。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好的。嗯、那个，我要点个歌，那个。爱情的歌曲可以吗？老头还挺那什么、嗯、我是给我们邻居赵大妈点播的。凭什么、嗯、给赵大妈点什么呀？这哎，你们在播的时候能不能屏蔽我老伴儿啊？不能啊，这不浪催的吗？这不是、哦、那麻烦你们 跟赵大妈说一声什么呀？么么哒。对、嗯、去什么玩意儿这个。好，谢谢热心听众于大郎于大爷啊、嗯、这还行。接下来我们为于大爷的赵大妈播放一段刘德华演唱的西河大鼓忘情水。怎么还西河大鼓啊？当啷地当。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了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够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那叫不伤悲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接下来是广告节目时间，你就没听什么就换广告？哎，这不是于谦老师吗？怎么又有我呀？是我呀，我怎么这声啊？您的嗓子怎么了？啊，痔疮。没听说过，痔疮走嗓子呀？得了痔疮不要紧、啊，请选用德云牌清音丸，嗯、服用三丸，保证您的嗓音清脆嘹亮。我、哦、那痔疮呢？上医院。废话，说这干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是我们的健康走着瞧节目时间。这都走着瞧了，能健康得了吗？这我们今天请来了本市著名的医师啊，王百顺，男的应该是，由他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哦，我们先请王医生讲几句，说两句。大家好，我是王百顺，我们家三辈做医生，医者父母心，哎，希望大家健康。应该是中医。接进电话，快点。快点，王医生您好，
我长了一个疙瘩，拿针一扎就疼。哦，不扎也疼。这叫什么回答呀？王医生您好，嗯，我少白头怎么办？嗯，染。嗨，我用你说呀，这个。王医生，那个我们家那小狗不下狗，怎么回事？嗯。配了吗？哦，配了，配完了还是不灵啊？那我哪知道？又不是我配的。哎，这都是医生吗？这王医生，我有病。嗯、对，没病能打电话吗？啊，我心脏不好，回家等死吧。嗯，好，谢谢王医生的出诊啊。他是出诊了吗？接下来我们还请了一位妇科的大夫。哦，史真香。这应该看看耳鼻喉去。这，大家好，我是史真香啊。接近热线电话。哎，史大夫您好。哎呀，早就知道您的大名，著名的这个妇科的医生啊。嗯嗯，我姓于啊。我是个老北京啊，我儿子叫于谦，他们都管我们叫于大爷啊。又是他。我跟您说，我可能是岁数大了，我咨询一下。哦，企业的次数特别多。是吗？尤其每次到撒尿的时候。对不起，妇科。哎，对对，弄错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结束了刚才的节目，现在是我们的评剧外行大家唱节目时间。这外行还唱什么劲呢？这评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戏曲，嗯，流传于华北和东北地区。哦，民间有很多的朋友喜欢。我们从网上征集了两位评剧爱好者，是一位的网名叫谁来弄死我。哎嚯，一位的网名叫我来弄死谁。哎呀，这最佳搭档。他们两位联合演唱一段传统评剧花墙会的对唱戏。不错，两位，一位是花旦，一位是小生。哎，一位的嗓音高亢入云。哦，一位是低回婉转，有特点，请大家收听。来来，在河南有位大人，样样兵部。嗯，那是我父二品官，为人你的爹娘他老人家好。爹娘。哎，行了行了行了，您这戏我快听出神经病来了。嗯，别让他们唱了啊，再让我弄死他们俩。我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嗯，您不爱吃点炸酱面吗？这有什么玩意儿啊？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离得开黄酱吗？这是黄酱的广告吗？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需要黄瓜吗？黄瓜的广告。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要黄豆吗？黄豆的广告。吃炸酱面的时候难道不要看点黄盘吗？没听说过，谁端着面碗看毛片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等听众朋友们啊，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嗯，到了我们的恐怖鬼故事节目时间。还真有一部分人爱听这个。38岁以上的听众请在父母陪同下收听。好家伙，一帮老头听这个。嗯，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嗯，带血的人皮。听这名字就好了。小蝌蚪说：“你是我的妈妈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哪儿？这带血的人皮呀、啊？这个小蝌蚪找妈妈都出来了。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轻松一小时节目时间。大岔离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轻松，听着就好。我们今天讲一个好玩的小故事，听听吧。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儿童节目，他一伸手，嗯，把孩子撕碎了，眼珠子抠出来，搁着嘴里嘎吱。行了行了，这孩子都吓死了，让你听这个。对不起，刚才俩节目录音带放错了。哎，什么电台这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我们的节目预告时间，听听后边。本台近期将会推出来一档新节目，叫做嗯，激情总在后半夜。怎么还有你懂的哟？什么呀？我就懂。好，我们接近热心听众的电话。又来了。我是一老北京。他又来了。我姓于啊。那激情总在后半夜开始了没有啊？哎呀，大爷，后半夜听，现在上午10点。哎，对，先找赵大妈去吧。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我们的相声点播节目时间，听相声。我们收到了热心听众
郭德纲于谦的来信。怎么改热心听众了？他们两位点播的是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相声。这俩臭不要脸的，我们将会选择合适的时间为大家播出。不播你说他干嘛？接下来请大家收听魔术。这都是电台的节目吗？这当啷当里个啷的个啷的啷的咚的咚当的啷咚咚的咚，魔术我做完了。哎，很对，净听音乐了。请大家继续欣赏这个杂技。当个当当当当当当当里个当，换个音乐也行。当啷的当的当的啦啷当啷咚咚的咚，哈哈，杂技播送完了。哎，请大家欣赏，剪纸什么玩意儿？当个当当当啷当啷当里个当，好啦，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意什么意外啊？那么接下来你们盼望已久的节目到了。什么呀？哑剧。哎，这回连音乐都没有了。对，好，一段激昂慷慨的哑剧播送完了。没听见？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节目时间。什么玩意儿？王姐，这干嘛？我意外怀孕了怎么办？还有这玩意儿？意外怀孕不要紧啊，到大铁棍子医院找佟主任。哎呦，三分钟安全手术。嚯，耽误工作吗？啊，不耽误工作。是，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记住，大铁棍子医院佟主任。哎，听着就那么痛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我们的交通节目，请收听全天无绿灯。哦，全是红灯啊。请收听本台记者在事故多发现场发回来的报道。这是现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这里经常挡啊，连记者都撞死了。对不起，信号丢失。哎，对，没人干了这活。前线记者恐遭不测。我们还切回到演播室。回来吧，王姐，我又意外怀孕了怎么办？你们这也太快了吧。我跟你说过了啊，大铁棍子医院佟主任。是，耽误工作吗？不耽误工作。哦，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好，记住，大铁棍子医院佟主任。重复一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我们的京剧大观园节目时间。听戏。我们刚刚采访了98岁高龄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秀华女士。哦，请收听采访录音。听听吧。大家好，我叫王秀华。从小我就喜欢唱戏啊。我跟这个京剧大师梅兰芳住的是个邻居。哟，梅大师说这个女儿唱的可好。哎，你这个嗓子可适合唱豫剧嘞。哎嗨，唱豫剧的。京剧大观园播送完了。没唱啊，王姐。嗯，我又意外怀孕了怎么办？你们就不干点别的了吗？我都告诉你3回了啊，大铁棍子医院佟主任啊，耽误工作吗？啊，你们这样的还上什么班啊？哎，对，哼，大铁棍子医院佟主任还是这句话。接下来请收听地方戏选段。哦，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河北梆子辕门斩子的片段。听听吧。论顿大大大大苍了浪才一雷苍大铺的苍。并非是爱。这还有点意思，听出点好。王姐，哎呵，我又意外怀孕了怎么办啊？我救不了你了。怎么？我也怀孕了。去，下面请您欣赏打灯谜，表演者高峰、栾云平。谢谢。哎，谢谢武汉各位朋友热情的掌声。好啊，当然了，您这掌声再热烈点就更好了。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哎呦，来到这里的心里特别的激动。是，心情特别的高兴啊。啊，我们一上场啊，
观众纷纷都退场了，啊，怎么还要退场呢？他们是叫人去了，把这个朋友们都喊来啊，听一听相声。那还得快点。其实也可以理解，嗯，为什么呢？7:30开始演出，到现在啊，9:42了，观众朋友在这儿听了4段相声，对，比较疲劳，嗯，需要啊活动活动啊，放松放松啊。到卫生间里方便方便，上厕所。郭老师、于老师说了2段了，也不容易，不容易。他们也需要休息休息。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就是个缓冲，嗯，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哎呦，这俩事儿咱别一块儿说。他得一块儿办呢，是吧？来到武汉呢，心情不一样，哎，就跟回家了一样。是啊，啊，过去我们经常到这儿来演出，对。后来呢，这有几年没来了，嗯。再一次来到武汉呢，看望各位亲爱的朋友，让郭老师呢后边歇一会儿啊，我们给您说一说。嗯，郭德纲现在岁数越来越大了，说实话身体也不太好，50多了啊。这个说一大段，连说带唱不容易，到这后边。马上就得给他输液，嚯，身体不好。嗯，于谦比他大4岁，对，但是身体素质比郭德纲强。那好，他到后边就不用输液，行了。侯震给他人工呼吸呢，啊，更恶心。反正他们两个人呢，全身心的以最好的状态给大家表演。是，观众喜欢听郭老师，嗯，喜欢听德云社。您拿我来说吧，啊，您要说一说。我也喜欢听相声。好啊，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听的是侯宝林大师，侯先生，侯震的爷爷。对，大师上哪儿演出，我上哪儿听大师，相声迷，就爱听侯先生说相声。嗯，后来听不着了啊，侯宝林去世了，死了。侯先生故去了，我又发现马三立说得好，哎，相声泰斗。对，马三立上哪儿演出，我上哪儿听马三立。嗯，进不去，在剧场门口等着。嚯，我也得听马三立啊。后来听不着了，又怎么了？马三立先生也故去了。嗨，马三立先生故去了，我发现侯耀文先生说得好。对，侯耀文哪儿演出，我哪儿听侯耀文。嗯，听来听去听不着了啊。侯耀文也死了，你看，我就纳这闷儿。什么？我怎么听谁谁死呢？嗨，这是寸。现在我最爱听的谁？就是你了。别别别，我听一小段。不不，小段也别听。为什么呢？您我不禁听。哦，您没事您听听烧饼去吧。这个开玩笑啊，哪能够听谁谁死啊？就是就是表达我们的心情。嗯，刚才我提到那个侯耀文先生不是外人，就是郭德纲老师的师父。哎，就是我的师爷。大家有常听相声的对侯耀文先生有所了解。嗯，相声说得好，哎，在舞台上很霸气。对，哎，观众爱听。可惜的是什么呢？英年早逝。哎，去世的岁数太小了。侯耀文先生59岁就故去了。嗯，我们在惋惜之余一查资料才知道，怎么，我们对侯先生多了几分敬佩。嗯，侯耀文的师傅叫赵佩儒。对，赵先生就是59岁去世的。还真是，侯先生力争在岁数上不能超过师傅去，所以一看，哟，我59了，得了，我猝死吧。侯耀文走了，自己给自己定一猝死。现在就看郭德纲的态度了。咱别这胡说八道好不好？郭德纲53了，快了啊，有盼头。我们这一家子没拿过退休费。哎，53、64嘛，阎王不叫自己去是吧？哎，没这么句话的。反正郭德纲的相声啊，受他师父侯耀文先生的影响。嗯，相声说得很不错。是，郭德纲现在也有后代了，对吧？有2个儿子，有2个后代，郭麒麟、郭汾阳。我就纳这闷儿，你说郭德纲俩大儿子，一个随我的都没有，是吧？我心里多新鲜。多少有点别扭，凭什么随你？哎呀，后来我就想开了，郭麒麟也是好样的。是，虽然现在不怎么说相声，但是在其他领域都有很好的发展。对，为什么呢？遗传基因好。那可不，他是郭德纲的亲儿子。嗯，遗传基因好，为什么他的发展始终不太好呢？差劲，责任在我啊。
遗传基因不好，跟你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啊，你还不如我呢。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不，我跟你没有什么遗传的关系。他呢现在来说发展的不错，还凑合。刚才他一上台，观众报以同情的掌声。嗯，都认识他。什么叫同情的掌声？应该怎么说呀？啊，都很喜欢你，热烈的掌声，哎，热情的掌声。嗯，大伙儿爱听您的相声。嗯，郭德纲老师的爱徒，那是我老师。郭德纲徒弟很多，嗯，一共120多个。哎，爱徒有限，才114个，就基本上都爱。你是最爱的，嗯，郭老师最喜欢的一个徒弟。哎，我们爷儿俩关系不错，就得说是他了。嗯，他也很有名气。你叫什么玩意儿？这人有叫玩意儿的吗？那你是不是玩意儿？我不是玩意儿。哦，你到武汉的不说实话。我是玩意儿。你是什么玩意儿呢？就说呢，我叫什么名字？我哪知道。嗯，你叫什么名字呀？栾云平。好。嗯啊，你看提完他这个名字鸦雀无声。哎，栾云平，栾云平，谢谢大家。哎，谢谢，真是我太感谢了，真的啊，我发自内心的，嗯，替他父亲谢谢大伙儿啊。您吧，替不着我父亲。哦，反正栾云平的相声说得很不错。嗯，在社会上有点知名度，还行吧。新名词不叫知名度，叫流量。他这个人有点流量，每月3个G，超了您自费。您说那是手机的流量，咱说的是什么呀？这不人气儿吗？哦，知名度方面。对，您也很了不起。前两年参加那个综艺节目《德云斗鸡社》，您有看过有没看过？那是德云斗笑社。德云斗笑社，您参加了吗？参加了。您扮演什么呀？斗鸡。还是斗鸡。是不是扮演斗？反正他在里边扮演重要的角色。哎，他在德云社的位置也很高，德云社的副总啊。各位，副总，德云社的副总，对吗？对，你看看德云社的副总啊，就管着这些人。嗯，在德云社的位置举足轻重。哎呦，这是郭德纲老师不可或缺的一粒重要的棋子。你听这词儿，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一人之上，啊，我们一共就3人，3人干嘛？300多人，那怎么一人之下，一人之上呢？咱慢慢说啊。啊，一人之下是你在郭德纲老师之下，那一人之上呢？一人之上是其他的那些相声艺人都在你之上。我还是最后一个。说错了，嗯，有点紧张啊。你是第二名，第二个。啊，你在他们之上。说学逗唱，相声演员4门功课，对，人家可以说是样样不会，啊，白费劲，样样精通，呵，全行，嗯，啊，最拿手的是什么？我最拿手的呀？是什么呀？我就是说呀。哦，说这方面最拿手。对对对，能说点什么？我们能说点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呦，您还能说绕口令？是，那太好了。当着各位武汉的友友，你给我们说一个绕口令。我说一绕口令。对，那我说一绕口令的目的是什么呢？哎，目的是你逞能啊，对吧？你说绕口令，那大伙给你鼓掌，要这效果呀。不，你得这样，要点效果。就是我说一绕口令，你得跟着学一学。哦，你那意思，咱俩在这 PK。对，没问题啊，没问题。你说一个绕口令，我就能说得上来，是吗？我要说不上来。咱俩掉个儿，我是你儿子。得嘞，嗯。要不掉个儿呢，我一直是你儿子。开始说。什么就开始说呀？ 啊跟这父子没有关系啊。啊，咱先不提这层关系。啊啊啊！你说一个，我就能说上来。我说一个啊。说的比你还好。是吗？嗯，绕口令很简单，朋友们都会说。我先说一简单的。吃不豆不豆不豆皮儿，不吃不豆倒豆不豆皮儿。他先说上了。不就这个吗？嗯。谁不会啊？是。吃不豆不豆不豆皮儿，不吃不豆倒豆不豆皮儿。哎，对吧？大家都会。是。吃橘子不吐橘子皮儿，不吃橘子倒吐橘子皮儿，没什么。嗯。吃香蕉不吐香蕉皮儿，不吃香蕉倒吐香蕉皮儿。嘿，很简单。是。吃热干面不吐热干面皮儿，不吃热干面倒吐热干面皮儿，没什么。热干面还有皮儿。吃榴莲不吐榴莲皮儿，不吃榴莲倒吐榴莲皮儿。你在扎着。没什么，很简单。我说一个，吃郭德纲不吐郭德纲皮儿，不吃郭德纲倒吐郭德纲皮儿。你还真下得去嘴。嗯。
你说一个，你听着啊，你吃什么？我这不是吃，嗯，您注意听啊，来来，说打南边来一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没有什么，嗯，绕口令。朋友们，您要听两遍，您都会说，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嘛，是吧？你说一个，说完了，说完了啊，在哪儿呢？什么叫在哪儿呢？你趁我没注意，你说完了那不算。那我说的时候你注意听，你得让大家都听见，好不好？你再说一遍，听着点啊。来来，说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这就叫绕口令。对，这有什么新鲜的？嗯，来一个老头拄拐棍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说的。你看不起人家？没有。那你还说？你得说清楚喽。哦，这就难住我了。我要不是听你吗？听我的啊。嗯，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老猴？你说的不是老猴吗？老头。哦，老头。对，我以为说侯震呢。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对，手里头拄着个奶油冰棍。别煮冰棍儿，您说的是什么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有个蹦。嗯，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拄着个蹦，手里拄着个蹦底棍儿底。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老头蹦三蹦。直接给老头蹦死了。你不说有个蹦吗？我还有个白的。哦，你再来一遍。说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说上来了。嗯，注意听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拐棍，拄着个蹦白老头。拐棍拄老头啊？应该呢。老头拄拐棍，我给反过来了。就是啊，绝对能说上来。那你说出来。我要能说上来呢？嘿，你要能说出来怎么样？我是你儿子。再说一遍，你要能说上来啊，我是你儿子。你说的啊，哎，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哎呀，大家给我道喜呀、啊，我得了一大儿子。不，嗯，不要道喜，不要道喜，蒙上来的。哎，我说上来，你就是我儿子。你是蒙上来的，你管蒙不蒙呢？嗯，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哎，这老能蒙上来吗？蒙上来的。打北边来个黑胡子老头，手拄着蹦黑的黑拐棒棍儿。打西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绿拐棒棍儿。打东边来个粉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粉拐棒棍儿。打四面八方来四个咖啡胡子老头，手拄蹦咖啡拐棒棍儿。哪儿那么多老头啊？这不太简单了吗？哦，老年人协会，好好好，组织听相声。呵，嗯，我还是不服。你就是我儿子，你就是我爸爸。哎，当然了。哎，这有什么了？我还是不服。不服，再说一个。听着，再说一个。注意听啊啊！说我家有个飞进白进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咬了我的肥进白进八斤鸡，卖了他的肥进白进八斤狗，赔了我的肥进白进八斤鸡。儿子，你别叫那么亲了。这个绕口令太简单了。你说呀。你别看来回绕，对，没有什么难度。你说呀。听着啊啊，说我家有个飞金白净大八斤。什么？大八斤？您说的是什么？八斤鸡。我家有个飞金白净八斤鸡。哎，还行，对吗？对，我家有个飞金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哎呦，对不对？可以，爸爸。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在张家后院里。哎，张家后院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后院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后院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后院行了，不行，还没鼓掌呢。我飞禽白净八斤鸡，行，您这到处飞机呀、啊。应该呢。那狗呢？我把你给忘了。什么叫把我给忘了？把你说那狗给忘了。嗯，说我家有个飞金白净八斤狗，飞在张家后院里。有飞狗的吗？你那词儿里不是飞狗吗？我是卖了狗啊。哦，不对。怎么了？你这个绕口令内容不好。你这绕口令不行，不合理的我们不说。他又不说了。哎，你换一个。你换一个呀，就是合理一点的。你这长的，来长的。你听着，说好几遍呢。你听着，来一个。说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这不用说了。嗯，这我会说，是吧？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哎，这还没有那鸡长呢。不啊，这也不算完，还怎么样？一个绕口令，16个字，16个字一遍，连着。
中将不缓气啊，说上他十遍哦，一口气说十遍，160个字还不算完，还干什么？还得饶了这么一句：“我可没缓气，我可没缓气。”165个字加5个字，一口气把它说出来。对，中间不许换气，不许换气。这个谁能来啊？你儿子能来啊？哎呦，我这大儿子能说这个。那可太，你要能说上来，各位朋友们给你鼓鼓掌啊，鼓励鼓励你啊。你要说不上来，你是我孙子啊。哎，不忙啊、嗯、啊，我说完了你可得说，你说上来我就能说上来，是吗？没问题，听着点啊，说十遍啊。哎，我们都给你数着啊。好，听着啊，开始。说打门杆儿出去抱小端，买门杆出去抱小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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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的我可没缓气。那，哎呀，还真不错，咱这肺活量啊！我没想到我儿子有这能耐啊，还真不错。你来，说了多少个？说十个呀。这就算说十个。就是，朋友们还真鼓励他。嗯，说的什么玩意儿啊？哎呦，一点都不清楚。不清。刚才说的时候，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16个字，我这一遍比那十遍还长呢。嗯，那真正一开始打门旮旯后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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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短扁担呢，一点都不清楚。你说清楚了，就这个站这不动地方，一口气儿我能说的415个，可能吗？你看看。不换气，一口气415个。来，说完不算完，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哈哈哈！我可没缓气，这还比我多仨哈哈，服不服？你说着完了我，而且字字清楚，是吗？注意听着，来，怎么意思？喝风，攒点气，攒点气，每个字都清楚啊！注意啊。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清楚，一个了，一个啊！咱说好不许缓气呀、啊，中间不许缓气，这不废话？玩真的啊！啊，那要说400多个，那有点天方夜谭了。嗯，起码站这儿呢，说不了400多，也能说的327个。好家伙！啊，不动地方说300多个啊，中间不许缓气，你数着啊，来一来吧。300多个，看着我嘴快，谁手快啊？啊，注意听着啊。嗯，打门旮旯后头出了一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了一个抱短扁的，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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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短抱短免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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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了！哎呦，抱短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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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找屈原去。抱短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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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短免。行了行了，我可没缓气。哎呦，好像没缓，你差点没憋死在武汉啊。有300多吗？不，你后来都听不清楚了，后头不能用了啊！就是啊！哎呦，吓死我了！哎呦，气死我了！哎呦，这个是相声演员基本功。对呀、啊，说点绕口令儿，这不算什么。哎呦，真正有本事那个演员呐，吓死了！不是这样说绕口令就完了，那还怎么着呢？是吗？生活需要节奏感。对对对，刚才郭老师唱这么些个，为什么您爱听啊？嗯，节奏鲜明。是，哎，加上点节奏。说点绕口令，大伙儿就更喜欢了。我还是不明白。不明白没关系啊，我告诉你啊，怎么能有节奏感呢？要有乐器伴奏，还有乐器，还有乐器，看这模样，嗯，是吧？我这自带乐器，自带乐器，自带乐器。乐器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呢。往起一拿，朋友们这掌声就得响起来。会是这样吗？哎，你看这掌声，哎呦，我都谢谢朋友们啊。7块毛竹作为小小的伴奏乐器，唱上一段绕口令。哦哦，祝愿各位朋友们天天幸福。
这板打的还是真不错。来，唱吧。他们照相呢。行，人家这是自拍啊，不摆别的造型了。行了行了，我唱一段绕口令啊，你也不会，来吧，听这个啊。来到了武汉，心高兴，我给您唱上一段绕口令。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啊，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身穿着一件粉红袄，这个女粉红她身穿一件藕粉红。粉红女怀抱着一瓶粉红酒，这个女粉红怀抱一瓶酒粉红。粉红女啊，女粉红，姐儿两个来到了无人处，这个推杯换盏饮流灵。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饮了女粉红的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个酩酊醉，女粉红喝了个醉酩酊。女粉红见着粉红女就打，粉红女揪着女粉红就拧。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扯了女粉红的袄粉红。姐儿俩打罢停了手，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这么一条线粉红啊。粉红女反缝缝缝粉红袄啊，女粉红她缝反缝缝袄粉红。出前门奔正南，有一个面铺，面门面冲南，这个面铺挂着蓝布棉门帘，我摘了蓝布棉门帘瞧了瞧啊，面铺面门面冲南，挂着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啊，看了看了，这个面铺面门还是面冲南。说出西门走七步，十块几匹补皮裤，是几匹补皮裤，我不是几匹不必补我的几匹裤。说隔着窗户撕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必撕字纸，也不知字纸多少字，在字纸里裹着一包细银丝，银丝上趴着4444个似死似不死的小死尸的皮儿。说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啊，咬了我的飞禽别净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别净八斤鸡。鸡蹬八八蹬鸡，鸡不蹬篱笆，篱笆也不蹬鸡。说苏州有一个苏胡子，这个湖州有一个胡叔子，苏州的苏胡子找湖州的胡叔子，借苏胡子的叔子苏胡子。说山前住着个严远远，山后边住着个严演员呐，二人山前呢来顶眼呢，也不知严远远比严演员的演员，还是严演员比严远远的远远。说山前住着个崔粗腿呀、啊，山后边住着个崔腿粗，这个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崔粗腿比崔腿粗的腿粗，还是崔腿粗比崔粗腿的粗腿。黄鹤楼啊，它在武昌的蛇山嘴，隔江汉阳呢有龟山，在这个走了这个山呢、啊，看了这个山，这个山多历史看不完呢、啊。青山绿水，红山黄山金山银山钢山铁山锦绣一片好河山呢、啊。远看老人山，近看书童山，走出了九里山。来到了桃花山，这个百花山上抬头看，这个桃山杏山柿子山，红的鸡冠子山，这个灰的蛤蟆山，立着棒槌山，这个坐着罗汉山，飞虎山，二龙山，龙山虎山龙虎山，这个人头虎头牛头山，黄花山绿草山，白毫山青石山，凤凰山凤鸣山，麒麟山金马山，八宝山元宝山，围绕着苍松翠白万卉争艳，四季花香楼台殿阁富丽堂皇，光辉灿烂的祖国大好河山的。这就是绕口令加百山图这一个小段，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谢谢，真是，我都得为您鼓掌。为什么呀？您来这武汉真是卖力气。当然了，嗯，不卖力气不行，而且嘴里还真是清楚。各位朋友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对，大老远的冒着雨到这儿听相声来，是是，不给人弄点真格的，不卖力气，对不起亲爱的朋友们。哎，这都是相声演员基本功，需要练的，数来宝快板书，是对不对？对对对啊，这个演员基本都会。嗯啊，那郭老师啊，于老师啊，赵老师啊，他们都会。我姓栾 啊，姓什么不重要栾，那也姓栾。我想说的是，你也会啊，对不对啊？这个相声演员呢，都学过，都会演，啊！你看这个相声包括的很广，是。刚郭老师说了，除了太平歌词，
再唱什么都叫学唱。学唱，你比如说学个京剧啊，学个评剧啊，学个歌曲啊，这都属于学唱，跟人家学的吗？对。嗯，您跟人学过吗？学什么？歌曲。歌曲不行啊，这可以说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短板。没关系。嗯，今天呢既然来到武汉了，观众不会笑话你啊。给大伙儿唱个歌。我给唱歌？哎，不是让你自个儿唱啊。哦哦，丢人现眼，我陪着你。谢谢你，咱俩一块儿给朋友们唱首歌。咱俩人一块儿，唱的咱就唱个好歌。好歌，唱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大伙儿比较爱听的歌曲。这什么歌？黄牛与窝里鸟。这是蜗牛与黄鹂鸟。反正不管什么牛什么鸟吧，弄成一黄牛来。这个歌大伙儿很熟悉。嗯，旋律呢也比较优美。对啊。可以吗？可以吗？咱俩给大伙儿唱。我不会啊。以我为主。以他为主。以您为辅。我打辅助。哎，我唱完这一句呢，你唱后仨字儿就行。行，可以吗？那可太容易了，是不是？太容易了。哎，行。配合一点深深的动作。还有动作，大伙儿看着呢，载歌载舞。载歌载舞，行吧。好好好，来了啊。嗯，黄牛与蜗牛与蜗牛与蜗牛与黄牛啊。好。嗯，我们抵制黄牛啊。啊，注意听着啊。这干嘛呢？哎，准备开始。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后仨字儿。你先等我一下。什么呀您的唱是？你不让我唱后仨字吗？哎呀，这人太死板了啊。唱后仨字是这句歌词的最后三个字。哦，葡萄树。哦，不是在这冒傻气。后仨字这哪对？就是。是不是？行行行，唱什么？葡萄树。哎，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葡萄树。哎呀，整个一大傻瓜。怎么不对了？刚发芽了。哦，又刚发芽了。哎，你听着点儿，每句词儿的后仨字儿不一样。哎哎，再来啊。阿门阿前那一棵葡萄树，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葡萄树刚发芽，后仨字儿太笨了。什么词儿？行行，就到这儿吧。你太笨了，你啊！I don't know， 往上爬呀！你脑子太慢。不行不行，这么办吧，刚才这歌不算了啊，不算，这个就算我没唱啊。啊，我们给您换一首歌。换一歌吧，换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互动性、参与性比较强的歌曲。嚯，叫《幸福拍手歌》。哎呦，哎，听完之后呢，大爵就每天都特别幸福、啊，特别幸福。哎，你别唱了啊，哦，你就负责做动作。这这不，哦，我唱拍手歌，你就拍手，拍手。我唱哪儿，你就拍哪儿，没问题啊。注意，开始了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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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咱们大家就一起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你脑子有毛病。嗯，没听词儿啊。没听。拍拍脸了。拍脸啊？老不听词儿，拍脸。声音太小，大点声。声音太小，大点声。不行，长江那边还没听见呢。没听不见，听不见。哦，反正你努力吧。好，是吧？哎，唱哪儿拍哪儿啊。行行行。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咱们大家就一起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脸，咱们两个人就一起拍拍脸，拍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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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屁股。哎呀，这哪还拍屁股？这看你的反应快不快。不像话了，你有点。
还真反应过来，拍对了。好，上下上下我俩屁股拍对了，你是有两下子啊？纯粹拿人开玩笑。证明什么呢？证明会拍脸。证明脑子慢，反应不过来。怎么反应不过来？反应过来，我唱拍屁股，你马上拍屁股啊！我太相信你，你反应慢，我太相信你了。我反应怎么样？我快着呢，你拍手拍多快？反应快不快？快啊！智商低不低？低啊！不，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智商高，智商高。哎，帮着各位朋友，咱来几道题测试测试。行，就知道你反应快不快，智商高不高了。这不用拍屁股了哈。啊，不拍屁股了啊。好，姓什么？栾。你看，行，今年快四十了，知道自己姓栾了，反应还真够快的。你问我姓什么，我答姓什么。这么回答看不出反应快慢，咱来回所答非所问。不明白。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个答案跟我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就算你对了，是吗？哎，离得越远越算你对了。你举个例子，比如问你，你吃饭了吗？我说我没吃，没吃也不对。我说我吃了，那更不对。我说我不饿，不行，待会儿再吃，不对，先放冰箱里。No， 来点热干面，错误，减肥呢？哎，不行。你看各位，您听啊，我问他吃饭了吗？他说吃了，没吃，一会儿再吃，现在不饿。甭管什么回答都跟我这问题有关系。嗯，没关系才算对。哦，哎，没关系。对，不明白了。比如问你，你吃饭了吗？应该怎么答？你说我有痔疮。胡说八道。这两句话有联系吗？没联系。没联系就算对了。好，这个不好来。嗯，看反应。行，哎，反应慢一点他就顺口就答出来了。好好好，敢来吗？没，这瞎说八道不就是吗？也不用多了，五个问题，五个啊，五道题之内你准得挨上。嗯嗯，一挨上就算错。好，劳驾各位几千朋友，您给听着点，您再坚持坚持。哎，什么时候他挨上了，您给他鼓鼓掌，证明他脑子慢。行，离得越远越算对啊。胡说八道。五道题开始了啊，来吧。你叫什么名字？我有痔疮。你来过武汉吗？新买双鞋。今天星期几啊？灯泡真够亮的。几个问题了？三个了。哎，哎，不是，哎呀，行了，脑子慢，别，啊，接着来啊，不用来了，一挨上就结束了。什么时候挨上？刚才挨上的。哪个？我问你几个问题了？三个问题了，这不是挨上了吗？哦，对吧？几个问题了？三个问题了，逞能，显着他会识数似的。告诉你，离得越远越对嘛。哦。这是第四道题呀、啊！对对对，对我问你几个问题了？你说我爸爸掉江里了，这多好，这不挨上了吗？是是，脑子慢，我没留神，承认不承认？不承认，还不承认？我们刚我没留神，再来一回，我得想着点这个，不增加难度，还是五道题。嗯嗯，你数好了啊？嗯嗯，开始了啊。嗯，你叫什么名字？新买双鞋。你来过武汉吗？灯泡真够亮。今天星期几啊？我有痔疮。几个问题了 ？Thank you very much。又错了吧？没有啊。哎，错了。哎呦，掌声啊，掌声。脑子慢嘛，你看公认，后台公认赵大傻子嘛，他不承认你没办法。赵栾的傻子啊。对，栾大傻子嘛，还是大傻子。一共五个题，最后一个题就是啊，又错了吧？问号。没有啊。那还不错了吗？那个，你爸爸掉江里这事实你怎么不说呢？你他在江边还没掉。对，那不刚上来吗？嗯，承认不承认？不承认。还不承认？对，怎么能承认？来个正式的题问一问我。哦，正式的题目。嗯，我怕你猜不着。哎，我准能猜着。猜不着可丢人了啊！不会，正式的题目啊。我还怕什么？注意听着啊！啊，我说这你准猜不着。嗯，注意听着啊，说一个字谜吧。字谜啊，文字的题啊。嗯。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哎呦，您还真挺爱这个。这五句话啊，嗯，这是乱七八糟这劲儿，一点都不乱啊。猜一个汉字，字，哎，一个汉字，不是，我不知道。动动脑筋啊，给你五分钟想一想。我吧，全凉了呢。哦，不想了哈、哎，猜不着，告诉你啊，大森林的森。三个木头的木啊。哎，对对对，那怎么要什么不出头？你看那个木写起来就是一个不出头，这就叫一个不出头。
两个不出头，两个这儿还一个不字儿往上，出头。三个不出头，三个这儿也有个不字儿往上，出头。不是不出头，您听清楚，不是说他不出头，都是不出头，都是这不字儿往上，出头。好不好？学问，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嘿，有点意思。大森林的森，听着还有点文化，是不是？您这么一说，还勾起我想说来。哦，你说一个，听着点啊。你说，我猜猜，也是一个字啊。哪个字？哪个字？直接告诉你得了啊。你说说，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就这个。哎，对对对，很简单。嗯，这是二十啊。二十，一横一竖十，一横一竖二十。你还真够机灵的，对不对吧？咱说的是一个字啊。哦，我这是俩字了，就是啊。哦，一个字不知道，不知道告诉你哪个字。这是那口腔的口，大方块。哎，那怎么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呢？您瞧我写啊。怎么写？一横，嗯，一竖，一横一竖。哟，你还挺爱这个啊。这口就这字儿，你跟德国人学的吧？中国人有这么写口的吗？写出来就是口，这就念口。对，哦，你再说一个。我再说一个啊。对，还是一个字啊。还是字谜。哎，太好了。这个你只是说了有点告诉他的意思。嗯，没关系。一竖一边一点，一竖一边一点。嗯，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小的小，小不对，什么字？萝卜的卜。萝卜的，那怎么一竖一边一点呢？这不都告诉你了吗？啊啊，一竖对，一边一点。那边呢？那边没点啊。哦，一竖一边一点，咱对吧？咱正常人都认为一竖一边一点就是每边有一点。哦，一竖就一边一点，你连几边你都分不清楚啊！你这题不怎么样。嗯，我说一个跟你这一样，你也猜不着。一样我还能猜不着？哎，我也是一竖一边一点，猜一个字。萝卜的卜不对，大小小也不对，什么字？上下的下。那怎么叫一竖一边一点？你看呢，一竖一边一点。服了，没猜着啊。哦，没猜着，没猜着。你再来一个。我再来，咱比划一字吧。哦，拿什么比划？哎，拿我这身体啊。比划一个字。哎，你站好了。嗯，开始比划吧。我就这么就站好了。哦，完了。对，完了。这是一个汉字。对对对，这大家都知道。嗯，咱中国呀就是象形字。对，你看你写那个太阳的阳啊，就是日字啊。画一圈点一点，这就是日。嗯，慢慢的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对对，月亮的月呢，画一个月牙，慢慢演变。是是，对吧？流水的水呢，画点水波纹，对吧？您还猜不猜了？一会儿我臭了。我给大家讲这个象形字。不是，这我这先猜。您这也是象形字。象形字，你比划好了。哎，我们都知道了啊。毛巾的巾呢？毛巾的巾。对了，我一猜你就得说毛巾的巾，对不对吧？不对，不对，你傻乐什么你？哎，什么字？我这那个吊车的吊。胡说八道，吊车的吊上面有一个口。我这不是什么呀？这不是有一个口吗？这玩意儿也算多心。我这直给您乐呢，还以为我傻乐呢。还这我也会。哎呦，我也会，真是气。往这一站，一伸胳膊，一个字，什么字？八九十的十啊。对，上面再加一横，顶着一横加一横，说干。那孩子都说干。哪个干？干工作的干。不对，和平的平。和平平有俩点儿啊。我有俩耳朵。你可真能对付。耳朵算不算？耳朵不算。不算耳朵，你再看。嗯，上面顶一横，看什么？这不干吗？不对，那这什么字？于谦的于。于谦于有钩啊。我这翘着脚呢，谁看得见的那个啊？你没猜着啊？谁看得见呢？啊，这个一叉腰不翘脚，猜一个字。猜。对，你母亲说这是中国的中。我母亲说的不对。那这什么字？申请的申。申请申中间有一横啊。我里边有皮带。我扎死你。我你没猜着。你像话吗？脑子太慢了。哎呦，别比划了啊。你说一个。我还要说一个。说一个。说一个，听着点。说一个。好家伙了，打灯谜嘛。就是，说一个。说一个。哎，说这个。说哪个？听着啊。嗯，说我呀养了两个动物。两种动物。哎，一个是这个金鱼。哦，一条金鱼啊。鱼。一个是一个小王八。哦，甲鱼。对，两个动物咱搁在一个鱼缸里啊。
这鱼缸里边呢搁上水，我还挺长它这。把这个鱼缸呢搁在冰箱里，嗯，24个小时，又一天一宿，可不是冷冻，哎呦，冻坏了那就。搁冷藏里。哦。24小时之后，打开冰箱门，把这鱼缸拿出来，怎么样？哎，光剩这王八没鱼了。题目呢？鱼哪儿去了？哦，他说这么半天，问这鱼去哪儿了？对，这个题很简单，他往冰箱里一放，那鱼呀一冷，它在里头蹦，蹦出来了，在冰箱里头呢。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我想多了。嗯，这鱼啊，金鱼让王八给吃了，让甲鱼给吃了，没一天一宿呢嘛，没吃，也没吃。对，因为这冷地儿啊。在冰箱里这王八就不吃东西冬眠了。哦，我想起来了，嗯，他这里边有魔术，魔术冰箱里边提前有一个鱼缸，嗯，不带金鱼的，对吧？他假装的把这放进去，第二天把那不带鱼的拿出来了，两套，对不对？不对，这仨都不对。嘿，我这题猜不着。猜不着啊？不对，猜不着。猜不着告诉你，你公布公布。一个鱼缸搁着水，俩动物，一个鱼一王八，搁冰箱里，对，24小时啊，不是冷冻是冷藏。嗯，打开冰箱把这鱼缸拿出来，怎么样？光剩王八没鱼了。这鱼哪儿去了呢？王八也纳闷呢，这鱼哪儿去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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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您听他这像话吗？说了半天，费半天劲，就为拿我开心。嗨，我是那王八，您就别自我介绍了。我是那王八，你就是那蛋，王八蛋。你是我儿子嘛，对不对呀？你说这不怎么样，嗯，又复杂又人身攻击，没有意思，是吧？哎，我给你来一个，嗯，很简单，嗯啊，用你出两道题，用我，嗯，先说第一道啊，啊，第一道，你上这边来，嗯，上这儿来，蹲下，蹲下，好，回来吧。就这个动作猜一种中药。人参。枸杞。枸杞。哎，枸杞啊，好不好？又学一手。哎啊，第二道题在哪？第二道题注意啊，啊，往前看，站好了啊。这个动作猜一个国家。什么国家？巴拉圭。你什么意思？废话。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废话，我那王八还纳闷呢。你讨厌这个人。第三道题还有第三道也是打你啊，嗯，叫什么名字？栾云平。在德云社当什么？副总。注意听着啊，这题这就来了啊，嗯，栾云平当副总，猜一个三国人物。这人物是？猜啊。我猜不着。孙权。怎么孙权呢？栾云平当副总，这是？这孙子有点权力。孙权。我说一个你说仨，你说一个像话吗？咱怎么不像话？你说一个，我猜猜。我这当副总，你说一个啊。他老爷我这孙子有点权力。哎，你刚才说你是我孙子，你承认？谁孙子？你再说一个。咱不许这人身攻击的啊。行，听这个啊。我是中性的。数学题。数学题好。一辆小汽车。嗯，小汽车。吉普车。吉普车。几轱辘？4个轱辘。加上备胎呢？5个。咱就不算备胎。那你问他干嘛？我咱得说清楚啊，不算备胎。这一辆小汽车没带着备胎，就这四个轱辘，咱开着它出去。嗯，咱们就进山，上山里头，咱们上山里边玩去。哎呦，咱们游山玩水。呵，开着车，怎么样？您走的是山路啊？啊，山路它就不平，山路18弯。对，它是沟沟坎坎。嗯，底下呢竟是石头。哦，开着这辆小汽车啊，走着走着，噔，掉一个，哎呦，就问你还几轱辘？哎呦，我想一想啊，嗯，那这个车开在山路上走，三个，4个掉一个，剩3个，不对，对，不对，那是几个？还4个，掉一个怎么还4个呢？听着点啊，就这辆小汽车，对，走到山路上，嗯，由于路不平，噔，掉一个，那为什么还是4个轱辘呢？是灯掉一个。哦，那灯掉一个。那你问我那轱辘有几个干什么？你我没问轱辘有几个。你太可气了，你太哎，你还是那孙子，你太可气了。嗯，你这叫数学题啊。数学这数学题不怎么样。嗯，真正我跟你说一个数学题，气死我。你绝对你找不着答案。我找不着大门了。哎，你注意听着啊。嗯，这数学题咱不白说了啊。啊，咱俩赌500块钱。嚯，500元，敢来吗？敢来敢来。
这个灯谜啊，啊，猜灯谜啊，500块钱，500块钱，注意听着啊，我还没跟我媳妇商量呢。数学啊，那我都告诉完他了。好嘞，好嘞。3头6耳8条腿1只眼，你猜猜这个，这是什么？这是数学，对吧？3头6耳8条腿1只眼，你琢磨琢磨这个。我猜的，我给很多人都说过，没人猜上来的。是吗？500块钱啊！3头6耳。对，你琢磨琢磨，这个打什么？这是正式灯谜啊、嗯！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3头。嗯。6耳。对。哪吒。你哪吒是3头啊？6耳吗？8条腿？不对，哪吒2条腿。春节期间一项活动，猜，我猜着了，真猜着了，猜着了，确实猜着了。我给你换一个，说是我说我猜着了，你猜的不对，我还没说就不对，这不替你省钱吗？你甭介，不500块钱吗？哦，猜着了哈，猜着了。你要猜错了可算不对啊。嗯，你公布这是猜着是什么？春节期间一项活动。什么活动？这是春节，大家热热闹闹。什么？舞狮表演。干嘛的？耍狮子。耍狮子？对。不对，不对，耍狮子这个数字对不上啊。怎么会对不上呢？耍狮子有这3头6耳都有吗？有啊。3头在哪儿呢？说。你看啊啊，狮子狮几个头啊？一个头啊。啊，这不3头还差俩呢。耍狮子俩人，这一人啊，这一人。哦，俩人吗？俩人几个头啊？俩人1+1=2，加一块的3头啊。这就是3头。对呀、啊、6耳6耳。狮子有2个耳朵吧？啊，2耳朵。耍狮子一个人有2个耳朵吧？对。两个人呢有4个耳朵吧？4耳朵。加上狮子呢6耳朵。这都牵强，那狮子都假耳朵呢。假耳朵也是耳朵啊。牵强。8条腿，有8条腿吗？有啊。8条腿在哪儿呢？狮子4条，假腿。又是假腿，你耍狮子俩人啊？啊，4条是真腿。你从外头看，不一共就4条腿吗？不，那不得穿上那狮子腿啊？哦，那形也算。就是啊。几条腿一共？下边8条腿啊。这就是8条腿。对。3头6耳，8条腿。啊。500块钱，你赢了。就是。一只眼呢？嗯？一只眼？你刚说这句了吗？废话，没这句能赢你500块钱吗？一只，你那几只眼？我这多了。几个人耍狮子？我俩人耍狮子。一人几只眼？一人2只。俩人一共呢？4只。狮子几只眼？这得2只眼。加一块呢？6只。又问。我这几只眼？你这不是答案是一只吗？对啊，我这一只眼，你那6只眼，你愣告诉我猜着了，猜着，你猜着什么了？我还没猜着呢。什么？不，我能猜不着吗？你那不对。你不对，你说你这答案我听听。我说出来合情合理，你得认输啊。好好好，我这是春节期间，我奶奶抱着猫坐3轮车。你奶奶不抱猫？对，坐3轮。对，春节期间活动。哎，行，哎，拜年去。你给我讲讲，3头。我奶奶1个头，猫1个头，蹬3轮的师傅1个头，3头。6耳。我奶奶2耳朵，猫2耳朵，蹬3轮的师傅2耳朵，6耳。8条腿。我奶奶2条腿，猫有4条腿，蹬3轮的师傅2条腿，8条腿。一只眼。没听清楚。我奶奶1个头，猫1个头，蹬3轮的师傅1个头，3头啊。一只眼。我奶奶2耳朵，猫2耳朵，蹬3轮的师傅2耳朵，6耳。我问你一只眼。我奶奶是2条腿，那只猫是4条腿，蹬3轮的师傅2条腿，这不是8条腿吗？我问你这一只眼。你问什么？一只眼。赢就赢你这一只眼。不是，你怎么赢我算算。我奶奶双目失明，抱着只瞎猫，这蹬3轮的啊，一只眼。是。